OK，第一 boss 在这里啊，第一 boss 在这，欢迎我来拿到到了第一英个雄人联头。盟。前期我们劣势很大的，对面三个人头，看见没有，兄弟们？对面这波三个人头，我记得我们前期劣势很大。OK，这一波蜘蛛在这蹲，你们知道吧？刚刚好，我的，看见没有，兄弟们？这一波运气贼好，兄弟们真的，这一波运气超级好。这个蜘蛛在这里蹲我，刚刚好我走过去，我的被动好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蜘蛛在这准备 E 我的时候，我刚好我的被动好了，我的被动，看，超厉害的，看到没有？我的被动好了，他没 E 中我，反正就是被动好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兄弟们啊？看好，看到没有？刚刚好我的被动好了，看到没有？法术免疫，刚好我的被动好了，然后蜘蛛这波没杀死我。难道这一波赶过来，但是他来不及了，我直接吸住蜘蛛，直，好 ，OK， 我拿到了这600块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这一把肯定是 carry 的，我想都不用想，我这一把我都觉得自己已经 carry 了。OK， 难道这波跑了？下子这波白给了，下子这波打先锋被抓了，然后我也死了。哦，我没有死啊，对，这波我没有死，就看我的吧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就看我的。这波是我也死了是吧？但是，我杀死了，难道？哦，这一波越塔越出事了，这一波。我们三个人，我们这么多人。这一波我们没有配合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一波，哎，看这一波我点了要来越，就是瞎子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这难道 Q 过来的那个瞬间啊，我就肯定要 R 他的，这一波瞎子慢了。我这个时候被经济被领先2000，看吧，瞎子在这蹲，我知道，难道这波 Q 上来，他肯定要 Q 上来，我直接就 R 了，兄弟们，啊，看好，他 Q 这个小兵 ，Q 过来 Q 这个小兵啊，我直接就 R 了，直，你看，他这个反应有点慢啊，这一波他的反应有点慢，不然难道他是这一波他是闪不出来这个线的，他肯定要被踢到，然后被瞎子秒掉的，然后这一波有点亏，还好难道是杀掉的啊。我们看一波正常的速度，好吧，看一波正常的速度，看到没有？看一波正常的速度，我吸住，你看瞎子在这里愣了一下，他稍微的愣了个0.5秒，然后导致难道这一波闪现闪出来了，把我一套秒了，不还行啊？后面是哪一波打回来的呢？这一波拿了小龙好像是没问题的啊，这一波为什么能打赢？他们辅助直接闪现开，哦不，这一波他们辅助直接被我吸住了，闪现开是下一波，我马尔扎哈，他们辅助优势，他们领先我们5000-6000的经济，你们知道吧？这马尔扎哈，这个他们辅助走过来做眼，在这个草丛做眼，被我直接吸住秒了。他们辅助死掉了，看好了，他们辅助走过来插眼，走，他不知道我在这里面，我直接吸住他，然后一套秒了。金克斯直接这一波起飞，金克斯直接就跑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然后对面没有前排溃败。都不敢上来输出，没人敢上来打输出。OK， 这一波打输出，他们打不死这个电竞。瞎子一脚踹死两个。OK， 这一波对面直接击了。这一波结束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一把定了，这把要翻盘了。谢奶昔的幸福券。OK， 其实这一波我很欢，兄弟们，我直接给他上了个虚弱，我还给他上了个虚弱，我怕他把我们这两个人全操作了。
蜘蛛已经杀不死了，蜘蛛啊，蜘蛛是杀不死的。OK， 就是这一波了，后面就是这一波了啊，这一波，这一波。这一波又是他们辅助啊，他电竞踢过来，他们辅助在这里蹲，看到我这波歌手我直接闪现一压吸住蜘蛛在打小龙，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给秒掉了，我们又把这个给秒了，那时候 ADC 也被切死了， ADC 被这个给切死了，有点难受啊。啊，这一波差点出事了，我记得这一波差点出事了，他们沙米拉这波好像操作起来了，兄弟，搞得我慌的一逼，真的这一波沙米拉让他操作起来了，我记得是这一波啊，是这一波。这个死掉了，然后这个沙米拉让他操作起来了，还好瞎子没死。我回头沉默把他打断。OK， 看到他们这个沙米拉吃了我的E，一直对我烧烧烧烧烧，他操作起来了，但是他还是得死，被我烧死了。OK， 然后这个男刀肯定是拉扯不过我的，我一个E，我有冰战。这个时候我是有冰战的啊。看到没有，他这个被我拉扯死，他难受的一逼，他又摸不到我，你们知道吧，他摸到我他也打不过我，他只能跑跑了，然后我跟瞎子打小龙，这一波我跟瞎子打小龙。 OK， 拿下了火龙，第三条火龙，对面有小龙压力了。这一波是怎么打赢的，这一波想一下啊。这一波我一开始跟日女都给他蹲，感觉挺好的，好像是先锋打这一波，好像是，我记得是先锋打，哦不对，这一波是他们辅助冲上来开，他们男刀不在，这波他们男刀不在，他们辅助冲上来开，不过他们男刀后面是在的，应该是后面 ，OK， 他们辅助，哦 OK， 哦是他们辅助被我们辅助开掉了，他们辅助被我们辅助开到了，然后飞过来，我一个ER又吸住了，我又把他吸住，看到没有，这瞎子一脚又踹了，哇操，又踹了好几个。金克斯又跑起来了，这波我们先杀一个前排，金克斯又能跑起来了。OK， 那这波他们死了啊！我这几波吸辅助吸得好很好，蚂蚱加金克斯为什么牛逼？就是二傻蚂蚱可以先把对面吸住一个，然后金克斯配合我集火输出，然后秒掉，然后金克斯就可以跑起来，金克斯跑起来就很有气势，很牛逼啊！就他就牛逼起来了。然后这一波啊，这波团，后面就是这波团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经济已经打回来很多了，我们有三条小龙，对面经济还是领先我们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对面经济还是领先我们，但是他们打团打不过我们。现在奶昔的三架飞机啊，现在奶昔的三架飞机，但是他们打团打不过我们。这波是他们辅助闪现开，然后我闪现躲，他闪现开的时候我也反应挺快的，但是我挺怕的。对面敢开大龙我是没想到的，说实话，对面敢开大龙，但是我也不敢直接走过去，我怕被对面辅助开到了。他们辅助直接闪现开，我直接闪走，然后闪现吸。OK， 他们队友还在这，金克斯已经跑起来了，这个时候金克斯直接就跑起来了。OK， 我一个虚弱啊，我虚弱直接挂给剑姬。哇，他们这个沙米拉我好慌，我杀戮自己，真的，这个沙米拉我好慌，我死了，当时我还是打了个沉默出来，看见没有兄弟们？这一波其实我挺吓人的，这一波兄弟们真的挺吓人的，这一波。什么？奶昔你送了很？等一下，奶昔，谢奶昔，谢谢奶昔冲了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在解说，我没注意啊，谢谢，我没有敷衍奶昔，谢奶昔的三架飞机啊，谢奶昔的三架飞机啊，谢谢 ，OK， 然后这一波还行，这一波后面就是这一波团了啊，这一波团，他们辅助还没有出水银，看他又很嚣张，这一波他又很嚣张。我一个 Q 沉默两个，看到没有？我又沉默两个，把男刀的这个什么也打出来，叶之分了也打出来。我这一波立功了，兄弟们啊！我先手 pork， 看到没有？我玩的英雄都能 pork，
我给他们辅助又来开，我直接给他吸住。我没有吸他，我这波没有吸他，我这波吸的是剑姬，我记得，对吧？好，这剑姬直接被我吸住，然后萎了。 OK， 然后这一波打赢了。金克斯前面战绩很差的，不过他后面都起飞了，真的要超神了好像。好，这一波对面就差不多积了，我们把小大龙拿下，然后后面就是这波团，这一波团难道在带下？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在下路带。这一波我也意识到危险，所以我推了这波线，我怕剑姬蜘蛛都在下路，然后我回家了，然后直接 TP 上路，这个时候难道肯定是没有回来的啊。 OK， 这一波团我吸的是剑姬，我记得我右前吸的是剑姬。喂，我们是正常啊，正常。OK， 他们辅助闪现开，我又吸住这个剑姬，开门，我在这里，我又吸住了剑姬，兄弟们，这个有点快啊，这个正常倍数的话很快，感觉真的很快，我自己都看不过来，得0.5倍速啊。OK， 这一波他们辅助闪现开，我真的很怕对面辅助闪现开，然后开到我被秒了就完了，但是我挺肉的，其实我有三件，我有两件装带生命值的装备，然后一个沙漏。然后他们辅助闪现开到我，但是我有被动，看到没有？我有被动，老子有被动，我有法术免疫，我自带女妖。OK， 我留着大招，看到这个剑姬过来，直接吸住，看到没？剑姬没有注意到我，然后他被吸住一套就很难操作。OK， 就结束了，好吧？劣势翻盘，我们前面很劣势，我记得。看到10-2，看到10-2，对面经济领先我们接近5000，这个时候对面经济直接领先我们接近5000，马尔扎哈，这把看到我的队友0-3、0-3、0-2、0-1，只有马尔扎哈冲入补刀优势啊，经济优势，然后我一波团战力挽狂澜，兄弟们，